前晚卖拉轮跑车违规停在路边，一连来三个拖吊业者才将车拖走。你有钥匙可以用开的话，就还可以抬头。你如果没有钥匙的话，你要架辅助轮的。卖拉轮底盘低，拖吊业者表示必须要把车头抬高，否则保险杆会撞坏，维修费用可不便宜。车子挡路挡了一夜，终于被拖走。不过车主却被警方指称丢车漏炮、气炸、出面反控，并拿出影像证明他在场。我昨天在现场长达大概三个小时，是他们希望我就不要干涉他们，那当然我就是配合他们，所以我就先离开了。除了汽车争议，车主钟先生坚称自己没有酒驾，可这段对话要怎么解释？你有喝酒吗？我刚才有喝一点。就是你开的？不是不是，我没有酒驾这个动作，这个是从车上我拿东西走出来。车子是朋友开的还是谁开的？然后载你到那边去喝酒用餐吗？ 是。不过警方也曝光监视器打脸，画面中以中性驾驶鞋子辨识，凌晨2:47:03车辆停放定点，一分钟后驾驶下车，接着6秒后走到车头前，随后远景就到场。中南在车辆躺了骑走前后才8秒，明显证明车辆是中南驾驶到现场。当时有向远景坦诚有饮酒情事，为拒不配合实施酒测，依法扣车告发。中性驾驶咬定他没有酒驾，且开车的并非自己。不过警方以监视器佐证，仍认为从他开车移动到下车，最后聚测都有记录下来，并且监视器比对。警方说这双鞋就是证据，双方各持己见，是否有程序上的问题，得待后续进一步厘清。三兄综合报道。